大家好，我是凯西，今天我们来拔豆子。迷路了，被我们挡住。他们很可爱。Yeah。在国外，然后想办法。现在我们在一个很可爱的咖啡厅，然后可以看到海景，后面还有轨道车，蛮可爱的。没有看到啊？对呀。还有呢？有几个？怎么有几个？三层啊，一个。想吃个地瓜 ，maybe 后面有其他的。没想到他可以去这么近，太酷了！下一次我们。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，我忘记叫什么。潮境公园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去潮境公园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今天的风很大，所以浪很大。我们去靠近一点。好漂亮，对。哈哈，嘿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潮境公园，然后很多人在这里走一走，或是。flying kite 怎么说？放风筝，不错。你说跟我一起来，然后转身走，然后边跳。好了，跟我一起走。
在可以看一下，在旁边的。的港口，然后等一下要去夜市吃东西。我在 IG 有问你们最推荐哪些基隆庙口夜市的美食，有人说蚵仔煎，有一个有名的蚵仔煎吗？嗯，不知道。OK， 我不喜欢蚵仔煎，什么螃蟹羹，我们吃过对吗 ？Yeah， 阿华炒面。有两个人推荐这个，所以可以找找看。Yeah. 还有三兄弟豆花、奶油螃蟹，我们吃过吧 ？Yeah， 但可能也可以 ，maybe 我喜欢螃蟹。好，大概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去找找看吧。对不起，我完全忘记。没关系啊。真的很对不起。这是什么啊？那地瓜吗？很怪。我觉得这个蛮酷的，它是一片豆花在上面。好，我们吃完了都。很饱，所以现在要回家。今天很好玩啦，然后吃到很多你们推荐的东西。才三样而已，没关系。还要说什么？你最喜欢什么？今天吃的？吃的吗？就吃三样而已啦。螃蟹羹，螃蟹羹不错，我觉得我最喜欢螃蟹羹今天。然后三兄弟还不错，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去没有那个叫什么分园，你也没有包心，包心吗？呀、yeah, ，所以选择比较少，可能下一次回来要再吃一次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收看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，拜。